1月13，哥哥参加银昌音音乐会。有没有发现他俩真的好天选呀？在舞台上先后做了卷卷的头发。14号，哥哥杭州飞北京，在自己的衣服上别上自己的姓名。为什么我会想到我们家小朋友上幼儿园的时候也是需要别姓名贴的？好可爱。相信。疯狂向队友求助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的哥哥，这么一对比，哥哥和弟弟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太不一样了。每次只要哥哥一个眼神，弟弟就能明白。哥哥不想回答的问题可以直接说出来让弟弟回答，他对待自己的队友也只有眼神求助，但是对上哥哥他可以直接要求了。这是好事啊。发现社恐的哥哥只要和哥哥在一起就会变得很勇，有一颗17年超水的糖。不好意思，我才发现前两期我有讲过，这个特效每次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偷偷互动的感觉。按说前面这个数字应该是年份，可是有的时候是年份，有的时候又不是，证明这个数字是可以改动的。而波波第一次发这样子的特效的时候是这一张，而在发这张照片之前的两天，在录制天天的时候，道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你在我心目中是三，我是钱，因为我心里除了你就是你。再来看看每组照片所带的年份，这根本就是他故意调的呀，所以就是三吗？万万没想到从最一开始你就把数字玩得这么溜了吗？再来补一句，知道为什么18年没有改数字吗？因为29。15号，波波发博，是不是哥哥管他叫狗仔仔叫对了呢？或者是哥哥本来就看过这个视频呢？我想这个对于15或者是16线的人来说是一个疼点吧，因为我没有磕古早时间线，所以我也不太懂，放出来你们自己参考吧。22号，哥哥发博，波波就跟了一个9秒的视频。如果你认为这个9秒是一个巧合点的话，那么下一篇微博你就没有办法解释。25号，哥哥发博，严冰凌官宣，但是并没有马上进组。然后某人晚上8:27发了27秒的视频，这怎么说巧合？这也太巧了吧！我想看过我上一期视频的人应该也知道，此时的哥哥已经完全运用了加减乘除的秀。我一个数学白痴，都快要运用了全部的脑力才能磕到一颗糖，我太难了。27正好18个赛，你说这是不是巧合呢？而且他正好赶在哥哥发的微博里都有8再来互动，你们就说他是不是也太会了呀？进入18年，可能哥哥在忙着筹备新歌，好多天都没有动态。我觉得男生都比较晚熟，然后会比较幼稚，尤其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会更幼稚。平常很少说话的波波，一句话惊呆了众人。一波为什么突然间来这么一句？What's happened？ 什么让他说的是这么一句话？为什么幼稚？为什么幼稚？为什么幼稚？你们不要这样，你们看把波波给吓的，都不敢说话了。所以你现在是在幼稚过程当中吗？就是男生谈恋爱好像都是会变得比较幼稚，变得比较白痴。到底是什么让一向很少说话的波波发表了对爱情的看法呀？纠结了好久，还是决定跳跃一下时间线，来看一看这样算不算是幼稚呢？9号，哥哥更新视频周记。10号，哥哥发了微博故事。11号，波波欣赏之夜领奖，记住这套衣服哦。11号，波波发了微博故事，说因为赶时间没有办法上台表演。还会有舞蹈表演的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，我要去机场了。故事真的好像说给波波的一句话，但是当时他这句话是对粉丝说的，真的很巧。下雪了，下雪了。31号，哥哥发微博故事，一个被北方雪感动的南方人。第二天的2月1号，还在剧组里的波波发了一组图，又是上一次偷偷互动过的那一个特效，而这组图拍摄于1月，哥哥发布的第一个微博故事的第二天。哥哥拍摄的最后一个微博故事的第二天。我不知道这个心思会不会太弯弯绕绕，但是就是男生谈恋爱好像都是就会变
一个八号分别唱了新年快乐，当然并不是同一首歌。接下来就是波波最著名的吃播直播，呵呵，当然是400万粉丝福利直播。我是建议没看过的姐妹一定要去看完全场，除了他哥和他自己，不允许任何人在他身上安狗仔仔的人设。腹肌没有，腹肌冬眠了，对，一直没有腹肌，从出道之后保持了一年之后就没有腹肌了。然后阿林夫妇，他不只有腹肌，还有人鱼线，只是不给你们看而已。腹肌，王者，哎，王者最近我也玩了，王者荣耀，就是因为剧组的人都玩，然后我也玩，然后玩了之后就玩上了。说的第一次见面时的3、4、5月，他正在拍《蜀山》，剧组里也都是和他同龄的小孩。为什么要玩？他没有想到要玩吗？可是，在8月采访时，他依然说不愿意玩。时隔半年之后，他说在玩王者，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剧组的人在玩吗？之后就是曾经磕过的这张不小心露出来的照片，到底是不是嘟嘟嘴的那一组？但我感觉不太像，我觉得更像是这一组照片，虽然颜色和时间更接近，但是角度却有所不同。我想到他们互相之间有微信，那同一组照片分别发在微信和微博上，只是角度不同，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吧。2月8号，哥哥北京飞首尔拍摄歌曲的 MV。11到14，弟弟在东京拍物料。他这样的穿着，有没有觉得有那么些些的眼熟呢？哥哥的这个舞台造型真的穿了很多很多次，当然双方都是团队出的造型吧，应该是造型师的锅吧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，像被电击中一样疯狂喜欢上某个人某件事？可能外人看来你和平时没什么两样，再仔细品一品下面这段话，真的好偏见。我不知道波波会不会想起什么，但是这件事吧，我可以不 CP 脑，不妨碍波波 CP 脑呀。在东京的这两天里，波波一共发了2条微博故事，每条15秒，而每条都没有露脸，但是却露出了这个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夜还是兔呀？更巧合的是，他这两个手势都是在第13秒的时候露出来的，这样的巧合点让我不得不多想一下了。数字我就不解释了，喜欢磕的就截图去看看吧。2月14，波波东京回国。不得不说，这两人情人节的微博确实有一种互动的感觉。但是剧组前，我还是磕天选吧。14号，弟弟回国之后，人就失去了行程。本来说要拍到3月份的剧，也因为一点特殊原因而停拍了。剧，过年回家吗？过年好像回不了了。我知道一五线这可能是个糖点，但是他过年应该是回家了。3月2号和发小一起回母校看老师，之后的直播里他也说和爸爸一起在家里看了电影。而哥哥这边在2月23的时候队友去重庆找哥哥玩，所以有人说2017年他们两个在一起过年，我觉得应该不是的。2月21，哥哥发布重庆的阴雨天，然后2月21，小我的物料花絮在抖音出现。没错，在这一天出现了博肖爱情花之一木槿花。可是木槿花为什么会成为他们所偏爱的花之一呢？亲爱的，我想锁住你的心。我想我好像知道了答案，用木槿花的卡片寄给最相思的人。我找了很多波波早期的签名，但是都没有发现23的字样，再加上后期他们两个人都很喜欢木槿花，我想木槿花的浪漫应该不只是花语吧。我的惊喜与浪漫只想与你一人分享。